1月3日10时26分，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并通过鹊桥中继信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今天上午10点26分，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 177.6 度、南纬 45.5 度附近的玉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中继信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自动播放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10时26分，嫦娥4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落月过程中，降落相机拍摄了多张着陆区影像图。落月后，在地面控制下，通过鹊桥中继信的中继通信链路，嫦娥4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线伽马速率链路。11时40分着陆器获取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图中展示了巡视器即将驶离着陆器，驶向月背的方向。此图片为嫦娥4号着陆器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巡视器将朝此方向驶向月球表面。嫦娥4号奔月都要做些啥？此前12月8日嫦娥4号探测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在先后经历了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之后，嫦娥4号今日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展月球背面就位探测及巡视探测。据报道，嫦娥4号的科学任务主要是开展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开展月球背面巡视之行梦、矿物组分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究。此外，嫦娥4号的任务工程目标则锁定在两个国际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的月 L2 点中继星对地对月的测控属传中继。嫦娥4号月球车外观设计构型，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工图为何要选择月球背面？神秘的月球背面有许多未知等待之解答。由于月球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相等，加上被地球潮汐锁定，地球强大的引力让月球总是一面朝向地球，所以人类在地球上只能凭肉眼看见月球的正面，背面则看不见。月球背面到底是啥样？嫦娥4号探测器将第一次身临其境去感触。对此，此前有航天专家接受采访时称，月球背面具有独特的电磁场环境和地质特征，特别适合开展低频射电探测等空间天文学研究和月球物质成分探测等科学研究。月球背面着陆探测尚属国际空白，也有利于增进人类对宇宙未知奥秘的认知。嫦娥4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贺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因为没有别的探测器到过月球背面，所以不论是探地形还是探月壤成分，应该都是人类第一次获得一手数据。本文